下比原本的还要再好看一点点，是这样没错啦。这个特价完好像也要还要1200，看一下，特价完还要1200哦。对啊，所以我还在考虑啊，因为它价钱有点高啊。真的哎，虽然真的是感觉是很好玩啊。它是史克威尔的哎，怎么可能便宜？你还是买创世神好了。创世神，我有创世神啊。没有。啊，只是就是没有人陪我玩，我不会想玩那个，因为已经玩的差不多了。他们有主线，啊，创世小玩家有主线，所以我也想玩。所以我说主线破完了会想找人玩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怕会跟创世神一样找不到事情做。就是要找事做啊。好啦，陪秀打那个吧。啊，我快打完。全部啊？还是只有吃火龙快打完了？我们已经在打叫啦啦啦，叫啦啦啦。不是，因为这里已经四个人了。我就想说，你自己不会接任务，然后发出救难信号。他色彩那边没有一个看起来像是银色的啊，还是？什么银色的？等一下，我觉得当我队友好可怜。你说打人啊？我不小心把他轰出去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大锤支持。哎、欸，叫我？没有，我不是叫你，我说，没有，没事。我看不出哪个是银色的。什么是银色？银色什么？银色的颜色啊，色谱上面的银色，它那个外观服装。我帮你看一下哦。应该是没有银色吧？感觉要自己调哎、欸。外观。外观着色，银色哦，你就上面最左上的第二个，而且感觉很灰，就灰啊，不然你我看一下哦，也不行耶，可恶。哦，把彩度拉低一点，好像就比较对，彩度低一点，然后亮度偏高一点。对，我现在在调亮度。哎呦，鸡排冷掉了，别吃了、啊。吃什么鸡排？是我晚餐加宵夜。来看一下商店页面。就是创世小玩家。小当家只有主线之后吸引我。哎、欸，我看是50%哎、欸，我、哦、白痴不是？不要乱看。看到勇者斗恶龙，那个也很好玩。说真的，没骗没唬你，超好玩。就你就不要唬我啊！我放冲也不准，沒, 啊、没有我说我放冲也不准唬我。好呀，哎、欸，
要不要一起打麻将啊？我找不到朋友啦。不要，我就是那个没有朋友的那个。干嘛这样？干嘛这样？拜托，你这边有多少在打日嘛？你偶尔可以进来啊。哦，我不认识他们啊。这样才好啊，撕破脸不会。现在只找得到节操而已。等一下哦，这边还有谁？猎龙还有谁？节操。好，没人了。他。我啊我啊，只是我不是很会打而已。不会打是没关系啦，可以学，那个就还好。只是你可能一开始玩会很痛苦，因为老屁股的话会比较知道你要干嘛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打久了真的会知道人家要干嘛？会啊，你看得出，你从牌面上跟你打什么牌，我会知道你要胡什么。到底怎么看的？就去看牌啊，去记牌啊。你就看对方少没有打什么啊，什么色都没有的啊。对啊。像对方都没打筒子，表示就是要做条子跟弯子啊。就是打久了就知道了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而且网页版的已经很明显了，比你自己打现实的更好记，因为都在那个荧幕上。啊，你自己现实的比较乱，所以可能会乱丢。因为现实的可能都打台码吧，在台湾很少会有打日码，日码都会排。网络上还会提示说可以按弄，你就弄下去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自动合聊。哎、欸，那种很容易给你听一个那种不能唬的。对啊，超白痴的，你牌场上已经有四张一模一样，你还听那一张牌？对啊。那个就不知道来干嘛的、啊。我当时就是听大四喜，就红中全部打出去了。不是大三元啊，大三元。对，然后场上已经三个红中了，我就听红中而已。妈的，没有场上三个红中，我扣着一个红中。这种就是来乱的，对吧、啊？也不是大三元啊，那个眼。他、啊、现在来打什么？知道陪秀秀打吗？如果没有要打，秀就说他靠自己就好啦。我打完了。打完了啦，免力啦，免我啦，欸，你的 MR 主线接一接啦，你的 HR 主线接一接啦，不然你没有不动一中呢。HR。对啊，你要回一下星辰。哦 ，HR 的只能在星辰接啊。应该吧，因为星辰没有那个啊，月城没有队长啊。我、哦、是跟总司令接哦。对啊。对。然后要狩猎，好像是啊，是狩猎古龙。他说麒麟以外的古龙，超可怜。挑战。哦靠！我宿舍没有水。细喝，再吃啊！你去接任务了没？你49了没？还没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他50啊！哦，欸、你说 HR 50了？对，我刚刚打完了。哎、欸，所以不用打麒麟那些了、哦。我要啊。我只是没有去接那个任务而已。没有，他那个上线直接开了，可是你要从主线接啊。哦哦哦。嗯。已调查了。他已经不是变成那个卡等卡等级的了。他不会卡了。繁星的集会所只有亲友团吗？还是观众同乐？现在吗？现在也没有同乐啊。同乐等那个名次龙吧。之后会，我是可以跟你们玩、啊，只是我不知道玩什么啊。因为这一次活动的任务，没有什么任务可以打、啊，没有亲友团、啊、是可以开放啊，只是进来不知道干嘛，我要陪这个小白痴接任务。等一下，好啦，我去装水，等一下。
你看这个北齐，吃鸡排吃成这样。为什么怕辣还要点辣的？白痴啊！どうも。来吧，我接这个，我们赶快打一打。应该也可以自己打啊。不动一装不是，快快快快快，打一打。我接什么？调查了。接了什么？没有两个人的。我吗？你呀、啊？哦哦哦，几号营地啊？16啦。你去找那个自由任务还是哪个任务有力战古龙的，你就跑去打。力战？对啊。等一下，怎么是上位的面镜龙？他要打上位面镜龙啊。不是哦，你怎么会有流？我会流啊。为什么我不能进去？为什么你进不来？你被踢出去了吗？你要重进啊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啊？你我只很压抑，你为什么会留着三位的任务而已？有啊。我要吃饭吗？啊，来不及了。只能一猫。只能一猫？你会死，我就可以笑你了。跟你讲。为什么？你这是上位耶。不是。这是上位耶，要再讲一次吗？逛街哦！等一下，我找不到路。看我在哪里找路嘞！我找到了。欠骂哎！乱打什么啦？想爬呢？那时候是我自己打的，打快时要叫你进来的。
你快死了！你快死了！你快死！你都不看自己血量吗，小姐？我晕了！我晕了！我会被你气死！你刚刚一直都快没血，你知道吗？就打到快死，被你害到死掉，你骂死你，叫你自己去打。这个我开得了吗？为什么你开不了？你是缺足迹而已啊。哇！一滴血。为什么？嘿，死。他所写，你看，我干爹我都敢骂了，更何况观众进来跟我玩。没有做好心理建设是进不来的。嗯，尤其是进来还勒死我的那种。我没有把你害死，你没把我害死，是你把你自己害死。跟你讲，我就看你血量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还没给我转圈圈，那么冲他小。而且你那一把又没，你那一把没吸血，你还敢这样子玩？还有可以吸血的。废话，我有讲过。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把。是哪一把？每一把都可以吸血。叫你刷巨魔之地，就是有吸血的功能，也有加攻击力的功能。哎，结果我后面都在破任务，然后就没有去巨魔之地。龙脉，我留这个就是之前以前都在刷这个赚钱哦。然后后面又舍不得删掉。他是要打两只还是两种啊？我去帮你查一下。不动衣装。普通一装是要鼓槌跟可杀的那个啊？对啊，是前置条件。前置条件，前置条件是力战一星。什么力战一星？危险度一的力战。啊？我知道，我正在打，我只是问说是要打。哦，你刚刚都没听我讲话。哦，有泡泡了。不是吗？讨伐两只不同的力战古龙种啊，我是要问这个啦。那你的泡泡是什么？火与火交汇者。不是，你的任务是要在深渊之底呼喊你，呼唤你。来自深渊的声音。火与火的交汇者是另外任务吧？我不知道，他刚刚突然跳出来。承接，进阶自由。哇，我没有其他力战古龙了。接一般自由，一般自由也没有、啊。刷出来。有啦，有谁对王座露出獠牙？炎飞、炎王跟灭尽龙。
哇！哎、欸，有个任务我没打过哎、欸，上位的菌株的菌，但也是菌菇菇菌的菌哦，就是最后一只很大只的菌株。对啊，那是什么？你要打打看、啊，那很好玩。好啊，那是什么？感觉可以打。打株的任务，很痛哦，很痛哦，啊、很痛哦，很痛。我只记得很痛而已。分辨装备。没关系啊，进去试试看啊。金猪哎、欸！啊，然后嘞，就痛。那个是新年特别任务啊。对啊，那个我那时候没有参加到，还是 PC 根本还没出过啊。有啊，已经出过了、啊，我打过啊。没打过 ，baby， 我以前都打。靠呀，你那个时候已经不玩了。充满的慈爱。来玩来玩，我知道这任务很嗨啊！麻烦指挥。而且弟弟要玩吗？好、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刚出来。吃饭，你吃也是直接死出来啊？看你要吃啊？试试看好了。不然你等一下去参加自由任务，看有没有古龙，要紫色框框的古龙，阎王啊、阎妃啊、四套龙啊那种。哪个灯？哈？哪一个？上位。好。哦，我后悔了。小时候不要全部都点辣的，现在吃什么都好痛苦。气喝，这叫报应。好辣，活该。所以你吃不了辣，你还点辣？他可以吃辣，我可以吃辣，但我不知道他的辣椒这么辣。你吃辣椒？辣椒粉，我准备把它撒下去。活该，厉害，拿去洗一洗啦。鸡排怎么洗？它会烂掉。你又知道它会烂掉？它就不酥了啊！鸡排就是要吃它脆脆酥酥的啊！那你去死好了啦！我吃个饭，等我一下。鸡排要吃酥酥脆脆的，你是把里面的肉都炸到干掉再吃饼干吧？好饿。你可以把鸡皮剥掉啊，你一定是那个油炸的地方是辣的而已啊。可是它整片全部撒上去啊。是你自己撒还是别人撒的啦？它原本就有啊，我自己在。对啊，你给削啊！怪每次都怪别人，快快快快快！呜呼呼呼呼呼呼呼！嗯，这只撞就会很痛吗？还是下一只，你可以给他装看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我们现在 M 位的装会不会痛、欸？哎，上位的装很痛。好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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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哭啊！我还真的让他去装装看，妈的！我刚想说 HDD 死了，但我大概要死了，结果下一秒我直接不闪了，妈的就死掉了。好痛啊、喔！我的妈！那看来他是一击必杀的，不是像方宇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睡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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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再去赢了，谁？马秀。等一下，不过我是我没有。算
哦、喔！钻去哪里？不是哦、喔，鬼人话哈。一只死了，我杀一只。妈的，你们两个死杀小死爽没啦？哎、欸，我杀了一只才死的、欸。哎、欸，那是我的那边。不管我杀的。我帮他捶了一下。干死爽没？我没看到后面有一只。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！感觉吃蜜药也没用啊，没有用，它是一级必杀。妈的！这画面好好笑。那你还吃蜜药？我没有吃蜜药，我是吃那个随身食物补体力。哦，哎，都你在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记得石头可以断它。请问头一抽弹有用吗？丢石头可以炖它，真的假的？好死，那死爽没？名次跟玉兰一起好像是哦，可以直接开银鹿的苍蓝星给他。哎、欸，对吼，哈，没有啦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妈，秀你不要送了啦！对不起。你我是想说，哎、欸，为了装扛得住，我好无机。你要拿那个吧，松人的慈爱吧。为什么要拿那个？调查。不然你拿那个锤子好打吗？我就是因为拿锤子不好打，才一直死啊。对啊，所以拿松人的慈爱啊。你双刀也比较灵活，比较好跑啊。我拿双刀？不是你啦，你白痴，刚刚一直去赢，一直去赢，赢爽没？就一只一只赢过来打，冲过去又冲回来。我以为。去死啊你！好了。黑月要来玩吗？哦、oh, ，一击必杀猪猪。我在打任务。好，等下跟江江来一起玩，一剑让他冲死，得喊死爽没？江江出现的话，我可能还要去带另外一个。哦，刚加入的。在名次龙之前把它冲上。嗯。哎、欸，我吹吹看精灵王的那个好了。没有效，没有效，不用吹。你试过了、哦？一定没有效啊！一击必杀。就试试看啊！而且我这个也可以免啊。好，那你試。而且又可以增加那个免的那个啊，加免鼠啊。我信你哦，信我什么？我信你有效哦。我是说可以加免属性哦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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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状态异常啊！你不是叫你拿松软的慈爱？我干嘛？我不要，我想拿，我确定我比较容易闪掉的。那这样子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加回避性能。哎、欸，还有啊，帮你吃。看我怎么没有北鬼爆炸菇，哎呀，修呀拜！不要一次赢太多只熊在。好了好了，你打滴滴滴滴的打怪打怪。我叫他不来。欸、他瞧不起我、欸啊。另外一次，另外一次，我、哦、他丢了一下，他丢了一下，他丢了一下。